这个活动是为我们的父亲、母亲，而不是说只有母亲，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别开生面、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希望大家把家里的这个能够把家里的小孩、把家里的老人家给带到我们的活动来，我相信现场应该是会非常感人，而且我们这次我们想说，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抽奖活动，然后我们希望说各社团的代表，如果有人其他台湾同乡联谊会以外的社团到我们的这活动来，请来找我拿5张 raffle ticket， 是免费的，这样希望说大家来感受一下，当天的话，我们的也欢迎大家能够提前来跟我们来报名，我们希望能够安排这个活动的里面参与者也有包括各位，有些人也许会认为说好像这有一些作秀成分，但是我相信如果现场就是感动的哭得稀里哗啦，我不认为如果说这样的话，这是作秀也是做得太好了，这个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我想互相支援这个都是这样子，我参加你的活动，你参加我的活动，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庆祝国庆的这个事实能够呈现在这个侨界人面前，我还要非常的希望能够再呼吁一次，我每次参加这个我们的升旗典礼这个人数都不是太热烈，希望这一次能够真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唯一的能够来展现我们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机会并不是太多，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把握。